两万预算帮姐姐找一条白底青那手镯。大哥，这白底青多少钱？开价5万。你咋不开20万呢？啊，看多少？5000。你家有这个货吗？拿一堆来，拿一车来，我都收了。便宜点儿，你别好几万的报啊，哪里看得到我？那绿又没有说满圈，你要这个颜色的绿，4万。哇，你别说，啊，4万，1万，1万，啊，这个绿还差点意思，起货不一定能翻得出来，翻得出来的就值了。你知道这片多少钱吗？那达到这种绿的话，这片35000，点过的。一片啊？啊，一元。咱姐姐这预算都没有，先谈你这个手镯吧。姐姐都没3万预算呢，想要个镯子。你这个绿起货出来的，我如果翻出来就值了。底子还算比较细腻的，种水还是有，而且也没有什么棉感，就这一抹绿，就赌它能不能起货翻得出来。这样吧，15000吧，16000，18000，欠咱们一点点，还差可以了，先爽快，18800，行就行，不行我就走了。大哥，本次预算把我吓的了，本次预算没那么多，这一抹绿都不止那个价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是一条手镯，起货翻出来它就值了，翻不出来再来一口价，再加200，19000，加个10收，10收啊，10收也行，19000，10收就是 OK， 贵了，感谢大哥，走了，白底青，谢谢啊，走起货去。万间一抹翠色，未见其容，以目其美。